何种因素促使结婚越久工资越高？结婚三年以上的男性结婚越久工资越高，决定这个现象最重要的因素是？我的答案是 A。 当然妻子的素质会影响到你婚姻的幸福程度，但我觉得可能还是会以顾全一个家来说。哈，你也觉得哈对不对？哈是哈 B 的选项，怎么有这个答案？因为妻子的素质，这太像韩剧的名字，是不是？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